场，我直接往大方钻了。你直接往大方转，我给你换位置。大方有电机，你修。好。黄衣，黄衣。在哪？中场，中场，往小木屋走。好。我可以敲一下，这样我可以敲一下。敲了吗？敲了，敲了。你想那找你去大房了，去大房了，直奔大房，直接上二楼。没有，去先知的，去先知的。感觉先知这波要死，骗了只鸟，骗了鸟。他在看你，他在看你，他在找你。大房最好别修，跟狗一样。找我来了，找我来了，我大房。看见点没？追了没？追了，追了，追了，追了。让我过来帮忙。发信号，发信号，多发信号。我从二楼跳下来了。行，我先把信号直播了。而他离我距离还是有点远的。这闲置是有毛病吗？往黄衣脸上跑，我日！还是被打。闪现了，闪现了，闪现了，闪现，闪现了！重创，重创，重门，重门，重门。哎呀，来了。我不能摸他了。Nice， 刷技能了呀！确定闪现是吧？对，闪现交了的，交了的，闪现杀我的。他想给你的，那能给到吗？我摸三分之二了，嗯，丢了，丢我了，我摸很多了，到货号了，我能起吗？哎，别别别，不能起，不能起，我摸好了，我摸好了，能转吗？转不了，转不了，刷技能。二阶了，我找个树。哎呀，还是被打中了。小心。你摸多少？摸一半。我点的快摸。他要抱我来了。没事，我有球。我往前，我往前调一调位置，往前调一调位置。我摸到括号了。我摸好了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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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也不能跑。哇，这也真算了，我操！我是不是不好救你啊？你身上有缠绕对吧？对，有。你球还有多少？一丢丢。丢丢，扫了一下。Nice、没了，我救不了你了，这把真救不了了，我走了。换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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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换人。啊，换技能了，有可能换金身 了。我让周叔来救，让周叔来救。这个位置我能拖一会儿。我补拉电机去。骗一下触手，骗一下触手，好。差一台。我能跑，我能跑，我能跑，我能跑。行行。他包他换人了。没事，差一台是吧？对，差一台，差一台，你直接差，去一台最远的电机修。我直接修，我直接修，我修圣诞树的。什么老小人书？我想偷一手了，对不对？先知去救，先知跟你俩一起去救。对，两个人救。你修多少？他直接追出来了。你先偷，你先把人偷了，他直接追出来了。我修不了电机了。
现在只有四。他挂你那边了，伸手机子。那修梯子墙的，修那个他从椅子下来那个位置。对对对，你来踢墙。踢墙有娃娃。绕一下，我过去。你俩互摸。对啊，我摸我自己呢。这队友不灵性，不摸我。金针。你修梯墙，你修梯墙，我救人。我去了，我去了，我去了。但你没崩，没球，难救的一匹二阶黄衣，队友也不躲一下，赶着修机子。我没那个，我没怀表。你可以等周叔起来，可以等周叔起来，今天教过了，可以等他起来，你俩一起救。难整咯，就把他补起来。你别修了，儿子别修了，我自己修。我守他，三人保他，双人保他。你说多少？加速的数字。你加油，他这边倒了，告我的，告我的，告我。黑妹会救我，黑妹。这黑妹直接贴，要等啥？你要救了，救了，救了，点点点，直接点。别。不是你等好，可以点，可以点，走走走。我直接去圣诞树开门了。我也开门去了。不，你直接去那个挂人的地方开。他追黑面。我看到了，看到了，我知道。我绕过去，我绕过去。这边应该三宝了。三宝了，三宝了。他在金身，没用。他要直接过来的，不知道那门怎么开好，有点悬。顶一下，顶一下，顶一下。有点悬，开不好。那边没怎么起了他。有，他有。黑妹没有，黑妹没有。有，我摸起来他了，我摸起来的。哦，还有。他有也没用啊，他能跑哪去？嗯。除非他有三层火，还能捞一下。哎，捞不了，他金身。平局了。哇，这也平局了吗？哎，别急别急。哦吼。三层猴。嗯。哦，两活。牛逼！哎，能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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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心钩子就行，小心钩子，他只能打一个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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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感觉打这么难？这比打屠夫还难，简直了！我打屠夫都没这么难。好难啊！是，我做梦都笑醒。我在小门，我在扔黄金，直接修了。有心跳啊！蜘蛛蜘蛛蜘蛛，扔黄扔黄，往小门走了。那、啊、来吧，没事。找你呢，小门。他要不撕套路。那就跟他跑马拉松，把他四圈耗了。我帮你装。别！哎呀！别！三层丝跑不掉。我跟吧。你需要我跟不？暂时不用，我能到墓地。底牌一刀，底牌一刀。我修会儿吧。
你坚持不住要鸟啊！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没事没事，稳当稳当。我拉锯能拉很远。能拉到窗户吗？等等等等等，我直接一波他弹窗去小木屋了。没没没，他小门小门，他不追了，他不追你了。哦，好的，我接着回去修。失常，失常，我机子被踢了。你在哪？我直接找你摸。我到小木，我到小木，我到小木了。行行，我直接找你。你下来还有几瓶？下来还有一瓶，一瓶。我觉得他在小门，在这摸可能。没事，一会儿能钻大房失常吧？怕。啊，也是。哎，走走走走走走走，先走先走先走，我来来来，冲冲冲！冲冲他里面，他里面，他里面。我给你撞，我给你撞，我给你撞。干嘛干嘛？他有封窗吗？没有，没有。底牌一刀，他哪来的封窗？带的时长，我这波帮你撞。套路你，套路你，我帮你踩丝。帮我踩丝，谢谢。等一会儿，我不敢踩，我怕他打我。你就是给他来回翻。我等会把他丝踩了，踩了，好好好，踩掉就行，那层丝踩掉就行，没了没了没了，他没了，没事，杀不掉我，我跟一手，杀不到我，杀不到我，杀不到，杀不到，杀不到，他不追了，我不会蹭丝，我把他的丝踩了。啊追追，我还有心跳，追追追追追，我去那个小门那最里面的两块板子，你知道吧？哦，知道知道。我给你打信号，他还在追呢，还在追呢。没，这波机子全交给队友修了。我要不开个长桥让你转点小木屋去？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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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招不好撞啊！不，我没事没事没事，我他暂时还是杀不死我的。哎呀，我吃刀了，你能转吗？我不转不了，这距离太近了，转不了。等会等会，他套了我。走走走走走。没事，他挂我没事。中场，机子中场黑妹，哦不对，空姐，然后先知是四号机。我修小木屋，我修小木屋。哎，先知四号机，空军是哪台？人皇，人皇，好，你不用修，你不用，你直接贴贴。修小木，修小木，贴空弹门呢？哦，有市场，那你修吧。需要多修一台的。踢了，踢了，踢了。那肯定会踢那台机子的。嗯。他来找我了，他来。没有没有，杀空姐，那这空姐不知道跑这么远干啥。还套个鸟球，我的妈耶！能救到就行。枪空了，好像空了，啊，没空没空。墓地是没板子的，先知怎么也吃到了？先知想补电击，你小心点。他肯定会来杀我的。我是在机到加速的数字了，但是他来骚扰我了，我修不了。人皇在修，啊，找你们人皇去了，找你们人皇去了，去你们人皇了，去人皇了。那你修，你修多少？你被修到括号。他在追空姐，追不到。能量吗？等会儿，正在卡。他要追你，能量就亮，追你了，能量就亮。空姐不带大心脏的，这先知，先知还能死的，先知搞笑了，这先知。哎，真的是服了，走吧，走红毯，红毯，红毯门快开了，你直接来。对，空姐呢？在你的附近吗？
对对，在空姐在开门。地道的话，我给你瞅一眼。不用换技能了，别别别别别别，能开吗？不能来，能不能开？能不能来，门是能开的，但你我觉得你要偷，他踢了，我去偷了，要偷，要回去偷，他杀我。空姐去救，空姐跑了，空姐有球，开球去救了。你那台门差多少？我直接怀表救了。快了，这台门快了，这个门快了，摸很长时间了的。那我直接救了。直接怀表长点走人呐、啊！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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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快一点，快一点！我帮你扛，我帮你扛。再见。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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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以可以，这把应该伺候了。下吧下吧下吧。操！集装箱。大房有，大房外面机子，里面没有。外面机子的话，我往圣诞树走。抓空姐了，是大房，他在大房。感觉他就在四号机那边，我直接去圣诞树了，我离你还近一点。没先先是在修那个提墙，我修大房，就抓空姐。好，图不知道。出手出手枪了枪了，抓我来了，在大房是吧？对，大房外，抓先知去了，你修吧你修吧，你进去修，不骚扰。他应该会追先知了，我感觉他肯定要追。这么怂的吗？直接给鸟了吗？他不追了不追了，追你了。我去小木了。 你别修，不行，我去小去不了去不了小木了。还要追你是吧？对，我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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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行，我直接过来。能吃十几刀就吃十几刀，我肯定要吃十几刀。我小木，哇，那个小木小木，往小往小木往小木。哎，我是，埃及吗？不知道。金山没交啊。没人丢下来了，还行。你治愈，你治愈，快点！闪现！他蓄力刀吗？对，闪现蓄力。俺顶了，就是要炸我！鸟骗出来了，肯定抓你了。地下室我能摇下来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可以可以，你走那个板区，我救你。摊一下，走到板区，摊一下，摊一下。哎，我没撞到吗？板子没下吗？板子我都没敢下。你小心，你小心，你小心。哎呀，我很难受啊！我感觉你很难受啊！我是非常难受。你机子在哪？我机在圣诞树那儿，有快修好了的那台机子。黄衣手太长了。哇，这空间还有球！我补你机子。补我机子，让空军救我。一挂三台机有机会的，万一他救不下来呢？救不下来就洗几岁啊！给力！救不下来保平还是能保的。我先知发个信号，先知补空姐的去，完了他补我的。
那这波怎么保你啊？你没球了对吧？三分之一。我想想，只能把你卖了呀。他如果能保，他是不准备救我了。他不准备救我了，他把我挂死了。哎呀，他就卡个耳鸣而已，那还不如修机子去呢。他就一直在修机啊，修的是中场的。 好真实啊！至少能保个瓶，把瓶子能保。 小心钢胶，他技能肯定用不出来了，下波。他能走地窖吗？他被卡在这一个点了。他这有地窖的话能走，没地窖就走不掉了。那应该走不掉了。别急，他往大房钻，有机会。 看下吧，老是这个黄衣。我在大房。我在小木屋，我修集装箱，小木屋的中间。图不知道啊，反正不是约瑟夫。 黑白也不是，杰克，找刺点。我上修，这图完杰克不白给吗？还是吃到有点快这个。我是真的想不通，他开局有刺点是怎么吃到第一刀的。 鸟还没给上，鸟还没给上就没了。四台，还行。骚扰我来了，我机子在集装箱啊。我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差远。 哎呦，接无人了！能到，能到。我倒了。你娃娃在哪？我找你。我娃娃在大房，在大房。太远了呀。找啊！你能来集装箱吗？你能，你倒，你最好。寺院。寺院也行。到寺院了。 老宋爷，让他磨你吧。嗯，行。我就不那个。四代机马上亮了，要掉，我就要掉儿子了。技能插眼啊。他不是有两台的对吧？两台。对，是集装箱一台。两台，那这样的话电机是够的。 打了还行，大门的虽然说修的慢吧，但我也能修。哎呀，他倒沙包了，你就我虽然摸好了，但我不能救，我要补我机器子。倒沙包了，就有点尬，往那边靠吧。那我大门靠，他肯定要骚扰我的，他要我们丢丢脸，往那边靠一下。你好远啊！对啊，我在大门的问题。 那我就吧。不，你骚扰，你帮我骚扰，你帮我漏。他追我，他追我，他追我。他追你，我就能漏。你能赶到吗？
我能感到，到了到了，到脸上了。你就在旁边，对，你就在旁边。没事没事，接着烧，接着烧，接着烧。哎，他回去了，回去了。这个先知的走位这么牛皮的吗？拿儿子保他一下。哎，没了。啊，他还是出国。好了，帮我及时补一下，这就是我怕他手。赶紧亮了，你那娃娃要白给啊？白给就白给了，反正也没电了，就差我大门的了，就差我大门的了，大门修很多了。现在要是去补的话，这把要往平上打。哎，就我了，我开箱子骚扰了。哎，别，底牌一刀，我就怕这个人没补大门，修沙包，修稍等，接着修。压好了，压好了，去点吧，我去卡门去。你卡得动吗？那不然，那我去修，我估计我要没了呀。你还有弹簧？我只有一个啊，够了，大房一层，确实要好了，点了他自己点了，压得动，来小门，希望如此吧，应该平局。他底牌没换了，你办了，你办了，换了，我觉得你得走，他不敢切，不敢。我开了，我看门开了，门开了。对，你走，说不定能走。那接着走。我不知道现在到不到地窖。踢了。完了，这现在死了，他探门呢，还要狗个地窖，说不定能闪跑了。没有地窖。这不是地道，这不是地道。他死了。哎，他没封窗，哎，没有用。我在叫，在堂里，我在红毯，他在墓地。我直接修了。我看见他了。他往哪儿走了？往侧门吧。西，追我。那我这边骚扰吧，让他追我。要吃刀，没事，够。吃刀我就修啊，我修一半。他要搞我位置，他以为来追我，吓我一跳。我攒点了。闪现有吗？应该是啥，你应该都带啥。闪现，够了，差多少啊？游民过来了，我就是两，我就是有一台快起，有一台一半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时间是够的。我等会儿，你等会儿修，哎，不能修墓地吧？你娃娃差多少量？我要往那边带了。娃差了一些，娃差了一些，你可以带，可以选择带。行，那我板去带了。游民倒了。娃子才不着急，你就14号，你就死那边，你就死那边。对对，我就14号，我不往你那边待。你有怀表，我觉得你需要贴，我在烧机。你娃娃小心啊，
他挂娃娃那边去了。其实我比较喜欢他打娃娃。马超好多了，别贪了。溜不动呀，我没猴，很难受。可以可以，走，你补。应该闪现好了。没有，快了，确实是快了。还多多少、啊？我实在是压好了的。对，这个判定是稳坐娃娃，他不可能会坐到。不应该滑板的，坚持不住了。乔香修机修慢了。天，他能量，他能量，平均以上了。调香往哪走？你帮我看，调香往哪走？等会儿，等会儿。哎，我怎么关掉不了？哦，小门，小门，他要抓调香。我去打。你去红胆，红胆，红胆再开。想见的话，这调香师走不掉。平了，解决。下次这红毯不敢修了呀。这二货不敢修啊。他直接来抓我来了。七。嗯，直接抓你了。对，直接抓我来了。七点。杀儿子。你是在起点儿子的话，我去坐车，我去坐车，我去坐车。行，那我转转胳膊后面。不对，我坐车坐不到。完了，父爱如山。完了，你虽然能坐上车，但那有闪现。不不不。我要一人，我送二阶了。闪现，闪哭了。可以。是手刀吧？你电击多少？马上。啊，那还行。能量呢？两台，两台半。佣兵是上来修机的，他那台应该有个三分之二。我一会儿我拉走。这把肯定要把你卖了，你跑不掉，你肯定跑不掉。我肯定跑不掉，我肯定跑不掉。休息点了。哎呦，佣兵搞艺术啊，大哥。佣兵怎么回事？你别搞得被震死了。哎哎，这佣兵真搞艺术啊！别拼，别拼。哇子！哎呦，怎么玩啊？那、啊、我教你，那、啊、我教你，你也跑不掉、啊。哎，跳沙坑探，探了一匹。我保你，保你上车。确定能保到我上车？试试呗。上车，上车，哎、上车！我能上车，能上。别急别急，我要等博妹，我要等博妹，我要等博妹。没事，你到了就时间就够了，我帮你关灯。
这卡这，他也坐上来了，他跳过来了。咦，那再见，再见好吧。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哎呦，这个佣兵啊！ 就很绝望，弹走了，抓次点。他要往我这挂就麻烦了。他肯定往那边挂，因为两台都在动。那我换机子，就出这两台了。 这里没抽。哎，但他死不掉，他暂时死不掉，他抓你。跳了。跳一样的跳舞呗，跳舞。哎呀！玩艺术呀，玩艺术呀！ 艺术了呀！艺术了呀！手太快了，手太快了！<笑>我也到那个续招，我往到那个反方向走，我知道他的骗香水。对，真就白给啊！被骗了。你肯定也有这样骗香水过，你肯定也有。我肯定有啊，反正出刀了，那肯定的。<笑> 你猜这佣兵倒霉？<笑>对啊，直接捞了，<笑>贴脸了都。哦吼！第三个闪现都出来了。 三个闪现都出来了，我打好久啊！哎，就因为没救到我，救到我的话，应该说不好跑，但是有机会。修不完，<咳>差得多吗？这台？有点，他本来就慢呢，恐慌三层。 佣兵二十五，没修得完，我没治愈，佣兵必死，下局。这佣兵被做就没有躲开过。哎呀，还不如用前锋呢。别人都放弃挣扎了都。不对啊，怎么感觉这么难呢？不对啊，我怎么知道呢？
我也很绝望啊。打的平台局全给你扣回去了。完了，一会儿艾莉要说。你在哪？石像。我在小木屋。他在三连，或者说大门。我石像直接修了。别修。他我这边有心跳了。杰克。OK。对，我在小屋。你需要骚扰吗？不用不用不用。底牌一刀。我尽量拉近距离吧，我是电机稍微碰一碰。这么修的吗？那必须的呀。还缺人？擦眼啊，擦眼，擦眼。擦眼，他受不了了。我要刺刀了，我要刺刀了，我要刺刀了。转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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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转院，转院。擦眼，我就直接跟。踩乌去了，你小心点。没事没事没事。踩我来了，踩我来了。好，你走你走。丢了个乌刃，找还抓你。他怎么就是抓我呢？不知道。看机子，看机子。抓空军，长脚了。你可以修机子去了。他谁都没追，他走人，追新知了。怎么还探板子？反正鸟我没用到，他应该不会秒倒吧？说不定，下一个乌刃会死，秒倒倒不至于，只是乌刃会死。我白给了，你在哪？看到了，一楼，我来摸你。哎，不对，怎么这么大的心跳啊？没，这心知。你去石像修，石像是我机子。好的，先知机子在哪儿？你知道吗？先知应该在梯墙，就两块板子一个窗那个里。雕像被捕了，那就废墟。差眼啊，他差眼。我知道，但我赶不到，他能直接挂。再到这边我贴吧，这不是白给了吗？他一楼有个残疾被插眼了还。我知道，这边靠球撞喽。哎呦，
有广告的，我日。我也会，有时候我也会有广告，很烦。对啊，大张伟找你呢。对，大张对 YY 那个，对大张伟找你。真巧，我们大张伟同一个人呐 啊！完了，白给了。我看到你白给了。哎呀，怎么这么诧异呢？那空军枪是交了的，对吧？对。哎呀，他打了。你球吧，我还有球，我起来我还能撞，他有怀表。好的。还不救吗？这。哎，完了，救不下来了。哇，真的是服了。这不就上把那个空军吗？不，上把那个佣兵吗？那是真的会玩。哎，打平吧，六三台都赢不了。我也白给，正好。你走地窖吧，搞得我心态有点烦。我感觉他看到我了，我感觉。没，他肯定要守啊。找到你了，找到我了，去顶一会儿吧。哎呦，你们这个起飞速度，快飞，快飞，快点飞，撑不住了，快点飞，飞了，啊，闪了。他是二级，我直接拉小木屋。小丑就不需要拉，我直接三连休，上来要拉一下吧，没要紧。尊重一下。小木屋有机啊。我有点不想修了，你知道吗？他在三连那边拉锯。有鸟吗？鸟回来的话，你就可以修。哎，枪交了，把他锯倒了。他又拉锯了是吧？应该是抓空军了，我觉得有可能。不可能，三连还是在三连拉锯。只能杀空姐啊！他只能杀空姐了呀！我在看他。哎呀，给慢了。那我保你了，我保你不吃钻 ，VIP。地下室吗？对，地下室。小木屋的机子。就是多少？你补我的，你补我地道位的，上面地道位的。OK， 我上面地道位差不多了。你要叫说一声，我给你聊。你别吃钻，你只要不吃钻，你吃刀就行，你别倒。我地下室我要提前去的，你
看我吧，准备看我，看我，看了吗？弹护臂，弹。我直接给你套两刀。不要给，谢谢。快点！完了，快完了。快冲，空军！快冲，空军！冲冲冲冲冲！好，空军组。好，空军组。空军四，你也是，你也是，你只不过没瓷砖，还差两台。黑面亮还差一台，我帮你摸下。黑亮的话就差。推进器推下一个人。黑面不敢修了，黑面谋墓地跑了。肯定不修了，现在补状态。完了，他过来了。哎哎，来了，你把我摸好，走，快走。去你了，我给你下、啊，我给你下。哎呀，这百分百巨版判定怎么就救到我的人呢？你修吧，救我，我溜不了多久。我去补你的那个。把这台不好的来救你。你补完还差一台呀。黑妹去伺候了。去你。黑妹头，你保命。闪现。他能偷吗？没有，他回去了。他回去了，那不就出事了吗？这局也没了呢。黑妹要没去，说黑妹去偷了，黑妹要没去偷呢，我能捞你。他狗地叫了，地叫喽，还不一定好狗。他肯定不好狗啊，他又没猴，他怎么走？应该。这站可能不行，这个屠夫就是那个救人威，两次的那个救人威，输在那个救人威上。他不打了，他怎么不去了？下局，心态有点不稳了，很烦。刚刚那边完了，好，我这把他应该杀不死我了。我在大船。杰克，双十一走了，这冲着我这边跑，我往小木屋走了。小木屋是有一个人的，小木屋的农场里是有一个人的。你给他抢机子，他肯定要让的。哇，还往木屋带，哇，心情很难受，兄弟。征兵为什么不在双十一呢？为什么要去木屋？差眼，杰克。差眼还行，差眼这个。还他跳 VIP 里面去了，他跳 VIP 里面去了。他找不到人跳 VIP 了。
迷了迷了迷了，他眼也会迷的吗？我怎么知道他丢了个眼，人都没看见。你需要个锤子帮助，不给你了，有命死了得了。还是想让别人摸他？哎，有道理，有道理吧？对，我在摸。前锋也是浪，本来是图都开不出来技能，对前锋怎么开得了技能呢？差眼，拉球就行了呀，这不给机会了吗？这很还死了，还死了。他追前锋，前锋拉球，他没技能追不到的。我保佑明白。不对，你保前锋。行。佣兵倒就倒了，换挂都行。前锋不能再倒了。不保他，就不保佣兵。嗯，有道理，开局吃刀了。跟他开局吃刀有什么关系？换挂，哎啊，你没看吗？不看了，我以为打不着。哦吼，哦吼，没事，你再救一波，我还能给。行。他要挂海边，挂前锋要挂海边，挂得到吗？你还别说，挂到了。挂到。还差他一次怎么办？不差啊。佣兵，佣哎对，没佣兵没修。佣兵没修的话，佣兵这技能我能修，啊。我看了。别，等等。我已经看前锋了。我看、啊、看前锋，嗯。因为我能偷、啊，因为我这位置肯定能偷的，我肯定能偷的，你就看他。猜他哪台？海边前锋的节奏，海边，我去海边。差多少？我还没到呢，正在往那边赶。我亮了。来，快！我赶，我再赶，我再赶。能亮不？亮不了。我压一下能呢。压一下也亮不了。压一下也亮不了，那算了。守海边啊。我守中草吗？他守机子。哎呦，你他喵的，这把抢我板子，这个皮。刚才那鸟应该给佣兵，我觉得佣兵不倒，他补完机子，他能去救一手。他回手了，回手机了。没事，我中场在修。佣兵好像快修好了，你卡门，卡门，卡门。啊！我操！对啊。哎！你看那边，我绕一下。我看一下佣兵啊。追佣兵，怎么说？毒打传送吗？他应该是踢了。没有，他要看一下门。他要去大门瞅一眼。你站中场，我去看小门。佣兵没自起了的。传了。去踢小门了，踢小门了，去摸他。我知道，我就没打算过去。我能拖一小会儿，但拖不了太久。能拖多久？拖多久吧。哎呦，我是想直接冲过去的。
那破他引的我，再回一波，摸起来吗？啊，还行。搞啥呢？你有没想贪吗？他直接丢了个乌刃往大门那方向走了，让佣兵过来探我，让佣兵过来探我。我不想开，说实话，这门我不想开，我狗一样，这门我不想开，杀佣兵了。哦吼！我说我敢弄。我没带铁屁股，我应该赶得到。他还在杀他。你好远啊！我的妈耶！走地窖吧，走地窖，走地窖，找个地窖。走个锤子。不对，不对，他不挂佣兵了，他不挂佣兵了，他。他抓我来了，走地窖都走不了。你那门差多少？差很多，差点。给力。哦吼！你说这怎么就引不了人呢？前锋的锅呀，这把本来开不了技能的，前锋就一直拉球就行了。